为刚好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在球赛前就排好工作，所以班表前面就没有班，所以刚好才一直拖到现在才见到夺会。大家那个都是网络谣言，不要乱听信。真的超级像韩国女团，我真的衷心佩服，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成为这样子。谢谢。因为刚好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在球赛前就排好工作，所以班表前面就没有班，所以刚好才一直拖到现在才见到夺会。大家那个都是网络谣言，不要乱听信。今天是真的私下跟公开场第一次见到。没错，对，没错，第一次。어저도원래보고싶었는데빨리그거못봐가지고아쉬웠는데그손손은잠깐만아이상한손은없었으면좋겠어요